报告组长，外面来了一帮人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都带着枪。是不是一个女的？头上还有一撮白色的头发。哎，对，又是这帮人，追得够紧的，我自己都绕迷路了。村长，那帮人是过来抢地藏血石的。回阵。是。 山后，不行，那您怎么办？看来今天在劫难逃，我族人要建功献祖了。你们快走！村长，跟我们一起走。地宫就靠你们了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村长，快走！走啊！